这个是张秀清跟蔡秀清，哎，欢迎他们，哎。啊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Ken啊。阿Ken啊，哦，令人羡慕的一对，这是情侣还是朋友？哎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话问得好，因为最近这个圈内的这个最大的八卦，就是听说他们两个人啊，好像有走在一起。真的？哎，对啊，我又不是没长，不是，我又不是没长腿啊。哎，我觉得你们俩很登对啊。对呀。会吗？你觉得小虎？你觉得我们很登对吗？听说是小虎哥哥爱的比较多啦，是不是这样？是吗？啊，看到谁的爱的比较多？好像是张秀清他妈妈爱的比较多。张秀清妈妈认为他其实好朋友。来，好。第一题，请问张秀清睡觉都是什么姿势睡觉？那不是老啊，那是问你的问题。好像是夫妻老师说，我怎么会知道什么姿势？来，第一题，张秀清的口头禅是什么？好，请作答。哎，卖垮了，你写的。来，请作答。我看一下对啊，唔对啊？啊，一下一下。啊，你讲啊，你讲啊。啊，哎。再问一次，我刚刚忘记了，刚刚问什么？你的口头禅，你自己的口头禅是什么？哦，我的口头禅啊，真的吗？哦，真的吗？这三个字是吧？还有嘞？哦，还有瓜嘞，瓜嘞，瓜嘞。第二题，请问张秀清是什么生肖？这个简单了，请作答。他们两个人还狗狗。哇，奇怪了。张秀清目前最喜欢搜集什么东西？加油！请作答。只要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啊，什么颜色的我都会收集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都收集，每个时候的心情不一样啊。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。对，你这太混了吧？你是指甲油。指甲油。哎，答对了。可见真的很了解。第四题。出过的一张国语专辑叫做什么？是这样子的吗？好，你给他说说看，答答。请作答。我自己也忘了，其实。哎呀，是什么？是第一张国语专辑，唯一一张嘛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我那也出。有没有录过？有没有录过国语专辑？有录过，但是没有出啊。哎，有录音没发行。哇塞，好哎。第五题，你认为张秀清模仿哪一位艺人模仿的最传神？你觉得他模仿哪一位？那这样就有一点默契。温家已经都要演啊，哦，已经演起来了。演到准备并轨啊，哦，几乎是答对喽。对对对对。你在想我的字好漂亮。请作答。AI 零。AI 零，哎呦，哎呦，干嘛 AI 零啊？第六题，张秀清最喜欢穿什么颜色的内衣？哎，这个问题太离谱了。对啊，怎么会有这种题目？当然，我们这个题目也是一种就是试探的啊。其实如果说尺寸的话，我知道啊。哎呦，哎呦，这那就改尺，比内衣还严重。哎，那就改疯了。改尺寸也可以啊。好，那就胸围了。通常买什么牌子？怎么可能？请作答。什么牌子的？管我。几寸？什么罩杯？我啊，我都是。坦白讲啊，好难哦。你要坦白讲吗？要真的哦，因为他夸大，他讲出来可能会不好意思。对对对。32B。哎呦！哎，我的。异性的好朋友并不会知道我的那个。对呀，不可能啊，这有问题，这就是真的有问题。那你会知道我们陈姐的 size 吗？知道啊。你又知道了。如果淤血的话是。淤血。啊？淤血。啊啊！我跟你讲，刚刚也讲腰五。小五一定曾帮跟他陪他去百货公司买东西过。你看吧，如果秀清要拍写真集，你会建议他哪个部位不要露？是，我觉得哪里都不能露。那你就要写一个地方出来。哦，有答案，有答案。好，请作答。真的要讲真话的。讲真的。其实我觉得我的腿还好哎，但是就是腿嘛，是不是？对。哦。腿。但是就是腿，什么意思？他是觉得腿。意思说他意思说他不是，虽然说不是很好，可是也不错了。哎呦。
腿最好不要露。腿，对，你不觉得他那个？以前他住乡下嘛，然后常常上学要爬山嘛。又来一题了，下一题，张秀清目前一场工地秀的价码是多少钱？哎，这个好狠，这个太简单了吧？这个他一定知道，可是但是观众很难呢、欸、啊，因为他姐姐开的价码常常会不一样啊。哎呦，哦，还看心情，能够做成的也没几场的，大部分一般工定价啦。好啊，答案已经出来了，请回答。哎，刚刚是问什么？工地秀，行情是多少？啊，讲这好奇怪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关系，这个你想说，你让你猜想他可能会写多少好了，你就猜他的了。嗯，他会认为你拿多少？10万。哎呦，咋办？哎呦，哎呦，好了，有默契了，你们俩可以结婚。真的太有默契了，不要在这边给麦克给麦克了。你知道竹怀丑了，真的好厉害，什么都知道。他真的写10万，你没有骗我。好准哦哇！光就外形而言，张秀清的男朋友们的共同特征是什么？男朋友们呢？过去交过的共同特征。这个我怎么知道？那也就是说，他喜欢男人，他都挑什么样的特征？共同特征，你就去抓一下这个就可以写得出来。他一定跟你讨论过嘛？我喜欢哪一种男生？哎，这个不错啊。好，请作答。啊，我没交过男朋友，我怎么知道？这个女生真是……哦，哇，真假天哪！专过观众弄一头啊，拜托。对了，说真的也不是偶像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怎么样？大概共同的特征？共同的特征啊。你喜欢的男人？就是比较哦，其实我比较喜欢酷一点的，就是其实。说真的啦，好啦，我承认啦，我真的蛮喜欢小虎的。为了要去新加坡就这样子。哎呦，那小虎他的特征是什么？其实我跟你讲哦，第一次我看到小虎的时候是在五等奖。你觉得他是什么？我那时候才16岁，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哇，这个男的好酷哦。哎呦，嗯，就觉得他很印象哦。对，除了酷呢？除了酷呢？酷还有袜，他还有什么特征？就像飞哥这样子，哎，叉叉稳，飞哥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个性，秀的，风流，成熟。你干嘛写那么难啊，无聊。现在要演真情男女的，来来来，一定要讲吗？心中喜欢就说爱，为何不敢说出来？哎呦，我觉得不错。其实我蛮喜欢他的。他是谁？少来，那已经讲过了。完整的再说一次。好，我爱张秀清。他是被我逼的、啊、你最后一题好厉害，最后一题。好，张秀清最胖的记录是几公斤？好，这是完整的，是了，第十题了啊，已经是不能多干了。这个我可能就要从我的记忆里面去猜了。那好，请作答、啊、真正要到送机票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就甭去了。54公斤吧。哎呦！哇，好酷哦！两位真的可以结婚了，哇，不得了！哇，真的是让人太感动了，真的是。有没有结婚进行曲？今天我们这一对夫妻呢，可以说是真每一题都答对了。而且都是一模一样。陈小姐，我想请问你，你觉得我刚才夫妻都不可能答对了，他们两个人今天以同事的身份，连罩杯都搞清楚了。什么罩杯那么难听？我跟你讲，其实他们两位啊，从我认识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就很好的。对、啊、很好、嗯、而且又同公司。在歌坛我想有就除了这个小虎以外，还有一个台语的男歌手，也是王世贤。王世贤，哎呦，专门替女人买东西，买口红啊，买衣服啊，丝袜啦，对，丝袜啦，怎么会这么奇怪？他们这个总比喜欢偷人家的丝袜。
的男人好多了吧？那你就不会的，对不对？我当然不会。从以前到现在，你也没送过我东西，我觉得很奇怪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所以你爱慕我，对，我觉得好奇怪。你看这两对好朋友一比就比较出来了。来来，我们这一对好朋友要颁奖了啦！啊，颁奖！哦，哎呀，好有逍遥游啊！恭喜我们张秀清、蔡小虎啊！也谢谢陈云杰小姐，谢谢。三个龙虎榜。